猴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他言先行，将在三荒名园的幻灵内相候。幻海石桥已断，我引你们从这处走鹤鸣山，过天境之阵入三荒。咩啊？天境之阵都不知道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留下的，总觉得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的东西最好别碰。就如塔岩君以前好像也这么提过一句。那时你还无力面对很多的事情，我如今也不愿你前往，但你做了选择。天境之阵能勾连化荒各处，甚至是化荒中无人知晓的失却之地。比如呢？被沉降下去的赤炼渊算吗？我不知道，化荒初始于天地诞生的那一刻，久远的战火在这里，久远的故去在这里，这里的秘密比你们以为的更多，也比我认为的更多。走吧，这条路的尽头就是鹤鸣山，翻过那山就是天境之阵，从那处进三荒吧。老子总算是看到个正常人了，那个鬼地方个个脑壳都长了个狗。嗯，哎，哎呦呦，哎，哪个，哎，到，哎，老子雷学生，哎，那个白头小哥，哦，原来是你们哦，哎，那红衣服的女娃娃，难怪没和你们一路哦。人如惠姑浮游，谁人无死？这总归都会发生的事儿，不如在这遇故人强。你怎么就到化荒来了？哎呦，我是看到了扶危镖局的人从风铃台下来就跟到来的，他们说在天玄门找到了不得了的宝贝，我那黄老黄的都跟饿了，前头看到了石怪就想过来找人搭把手噻。咩啊？石塞居然真的蔓延到了这里了？石轮以鬼作用，不就是吸纳天地中游荡的怨念吗？尉迟哥承载了这力量，为什么石塞还是……不会是还是得靠那石轮宫里炸了的玩意儿吧？嗯，都怪依依当初没及时赶到哦。啊，黏糊糊的好恶心！我最后再警告一次，快给本宫走开啊！哎呦，糟了，快救人！啊，等等我们！昭仪，此事与我等有何干？化荒沉降万载，与世隔绝，非九黎族人而擅入内者，照九黎习俗本就当死。咩啊，栾你胡说什么啦？反正依依自己也能搞定，栾你这个大冰块就在这待着去吧。啊，我可警告你们，本宫可是大宋帝姬。啊，别再往前来了。依依还幽姬呢，你也不看他这样子是听得懂人话的吗？大宋帝姬，老子救了他，是不是那会儿就要发达了？是你们，快救救，快和本宫一起解救这些恶心的东西了。真会指使人，早知道是他就不来了。殿下，小丽，放心，不会亏待你的。拿着本公主的信物去找皇城司领赏吧。哎，多谢小殿下。那个，那我们也就……小殿下，你和皇城司可熟悉？他们也来了化荒。嗯，不算熟悉吧，只是之前偷了他们一些卷宗，但他们也不敢拿本宫如何。哎，你怎么个来化荒了？是跟着那只鹰来的？鹰？什么鹰？我是跟着康平司的那呆子来的，这回还是要多谢你们。但那山河图谱下回我还是得讨要的，这一码算一码，毕竟这东西可能干系我大宋国祚，暂且就算是叫你们保管吧。不过这会儿嘛，本宫还要找那康平司的呆子。小鹿幽姬，我们下回见喽。
我这就先走了。啊，那女人不是把殷公子交给新贼的那个吗？她怎么会在这儿？扶桑神，奴家所言皆是真的。幽都长老密谋寻原初之时，奴家告诉阁下这些，也只是想交换我主最终去向。幽城，神也会陨落。其实你无需再寻，他早不愿你们谛听一脉相随，遂将自由予以你们。你们又何必苦守一个终已逝去的时代？扶桑神眼中沧海一瞬，万千因果结局皆已是定数，为何终究涉入这世间？不也是在寻已逝之神？想要一个答案，一个一去不归的答案。幽冥皆勾连于剑墓，他为何独守新生的世界？我等寻主也是想要一个答案，他为何独选了巫族于百年前弃我们帝亲一脉而去？帝亲是新生世界意志所化，终以于田国主身份涉世，在百年前弃国而去，浪迹于江湖，为的不是甚巫族，为的是什么？巫山的大巫名瑶姬。鸾呢？奇怪，刚才明明还在这儿的呀，人呢？鸾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香粉味儿，这好熟悉。我倏然想起了些事，需得去办。你们先自往鹤鸣山去，天境之阵就在山另一头的断崖上，你们自从那处前往幻林去。我若赶到，将先在三荒内等你们。哎，鸾，怎么就这么走了呢？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术士，我打你！你干嘛？我又没挡你们路，我只是路过。说句话磕磕绊绊，举止又慌慌张张，你这说是路过，谁信？慌张？如何能不慌张？这丧魂野外居然还有风石，完了，这里的人都要完了。我族本也是九黎族人。都是因为风势才变成了这样，都是那些来自幽都的人害，他们妄图把风势带去那远古的废墟，妄图去找最初的那块。不过比我们近丧魂野守门的那族也快完了。他们寨子里的人也都会变成怪物的。哎，话也不说清楚就跑，风石不就是上古法阵，在化荒不是被认为是定地脉用的吗？哎，雨溪，你干嘛？别走啊！去前头那寨子看看，刚才那家伙提的寨子说不定就是这个。他所言该不是空穴来风。我想去看看那寨子的风石和别处到底有什么区别。我们过去了，说不定寨民知道最近幽都里都来了些什么人。鸾，难不成是因为这变动才离开的？贼，又有贼来了，还有定土的贼。定又是为我出风石而来，幽都道远，不顾我等李广氏之死活，我等便只能自己守住风石。我寨子民都随我上，我南明李广寨
定不能叫人夺走风石，守住。咩啊？我们只是打算看一下你们摘的风石啦，自言自语、自说自话的，就不能听人把话说清楚？呸！都是贼，休想将俺们上当。定土人多的是花花肠子，之前来个神什么宫，也是找了我族带路，话说得漂亮，结果不还是图谋这儿的风石？休再与他们废话，动手！原来是金童之人呢，你便是传说中的幽姬。怎么，当年其他八族联手将我们李广一族撵出幽都，如今还想怎样？咩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画荒这么大，九黎各氏族都各寻居所的，你们这李广氏是一早自己离开的？离开？哼，那是你们知道的历史吧？没想和你聊什么过往历史，我们只是听一个尸魔术士说什么风石带了什么诅咒，什么会叫这儿的人通通变成怪物，才过来的。哦，要是这样，那尸魔术士想必是来自丧魂野了。他们出逃，难不成是九如塔的人进去了？难道此前遗失的风石是被九如塔的人偷走的？从幽都来？难道是九如塔的人？是谁来了？进什么丧魂野了？还有丧魂野在哪儿？依依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不知，但想必是长老麾下的九如塔武赤了。至于你的问题嘛，我李广族先祖却有丧魂野和风石的记载，就在前方河滩的暗河洞窟里。我可开启那密地领你们去看，但你们需先替我做件事。前头河滩边现有冥界门派，他们夺走了我李广族其他寨中的风石，你们先替我赶走他们，叫寨民们拿回风石。前头河滩啊，我们要去鹤鸣山，这倒也顺路，依依答应你了。那好，明日潮落时分，我在河滩另一头的高石上等你们。寨主说的河滩，哎，那边的那个人是西哥。看来抢风石的不只有幽都来客，还有四象门呢。奇怪，之前西哥不是说要回门内去的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他说走就真走了吗？就算是回去过了，这会儿也能再过来。就是就是，而且之前我们都没发现风石就是上古法阵的时候，四象门就在探查风石，试图解析风石失落的铭文阵法了。之前神阙宫也抢风石，他们说不准是一伙的。哎呀，他在等什么人呗？又来了个人。邹武，我爹爹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你带我门人和金贼勾结一处，还妄图利用上古法阵行不义之事。少主，你不该到这儿来的。来人，五长老，你们将少主安安稳稳地送回去，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是，少主，请你跟我们走。你们怎么敢？喂，黄毛丫头，嘴皮子上下一碰，就说什么和金贼勾结。我邹武何德何能，竟胆敢约掌门一职行事？五长老，
此处封石已备好，你不是说要来监察我等扭曲地脉，这就过来吧。是吗？这么快？我这就来。娘，这可怎么办？七哥，别管他了，想必性命无虞，我们这还和李广寨主有约呢。走吧，我们先跟着这五长老去找封石。五长老，哼，停手！对此封石列三元阵，否则就等着一起死在这儿吧。啊，是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封石扭转地脉之法。看样子我是白跑这一趟来，还以为你们能耐真在封石上找到了四象门失传之法，由此可以加以利用，用封石扭转地脉。啊，记得了记得了，小的记得了。吴长老，我等从未说已得此法，这会儿只是尝试一二。不过方才听五长老之言，像是颇有心得，敢请赐教。横挪一寸地脉，徒增一寸空穴。不过也就这口诀了，你们自己也不是不清楚，问我作甚？我还有其他地方要视察，就不在你们这儿费功夫了。人模狗样的东西，横挪一寸地脉，徒增一寸空穴，连个运都压不明白。师兄，甭管是算资历还是本事，这监察的事儿都应是师兄您协领，何时就轮到他搜武了？哼，谁叫咱们不是他那种两面三刀的东西，转头就抱上了四长老的大腿，否则就他，哼，就凭他和前掌门的千金那些破事儿，早就该是黄泉下的鬼了。那个师兄，我听说咱费这么大气力找风石扭转地脉，实际上是为把地脉汇聚一处，方便捞内剑。打听那么多干嘛？我可告诉你，这消息你别乱传，要是传出去被其他门派知道了，我可救不了你。小的小的，我没说，呵呵，我啥也没说，师兄最仗义不过了。哼，这样我们先把这风石施法带走。快放开那风石啊！喂，谁？这风石是不是你们抢来的？可有伤人命？哪儿来的野丫头，什么人命？这地方都是妖魔鬼怪，杀了又如何？快滚，我耽误爷爷们施法。哼，不愧是四象门。依依，你和这四象门有什么可说的？杀了便是。拦住他们，别搅了施法。我说哥们儿，你说话都不考虑一下战术，来个声东击西吗？难怪只能当个跑腿的。废话少说，动手。你们就是隔壁寨的饮马提到的人吗？多谢你们替我们找到了封石，这些冥界的贼人我们就押走了。且慢，你们为何要扭转地脉？这我们就是奉命行事，我们就是干活的。姑奶奶，我们真的就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扭转地脉只是个传说罢了，难道真的能成功？这个我知道点儿，但这不是也没成功吗？要么你们放了我，我告诉你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儿。你先说清楚，不然现在就要了你的命。我说，你把头盔挪开，别拿脚戳我。哎呦，反正就是风石上的纹理，其实是个什么阵，暗合了天上星星太阳的轨迹，石头和地脉连着，是地脉的枢纽。就说这东西能扭转地脉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这位姑娘，这贼人我就带回寨内审判了，饮马还在前方密地入口等你们，还请快去吧。饮马就是李广寨主？
是的，他是个英明的首领，是我们历代最年轻的头人。唉，不过他肩负了太多，始终放不下丧魂野中的秘密。他心中有疑惑，这疑惑一直存在，在血液中蔓延。哎，丧魂野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有什么秘密？只有银马知道那里的秘密。至于丧魂野，在云的彼端，鹤鸣山后的天境之阵，一侧通向三荒陵园，另一侧则抵达丧魂野。那是幻海中的孤岛，记载中迷阵密布，无人可入。你们替我寨的友人拿回了封石，那我也会兑现承诺，将李广一族的秘密告知你们。或许你们能帮我解开那个古老的谜团。啊，这是数万年前的岩画啊，那时候长老就在幽都了，那岂不是说九黎族刚进入画荒的时候就有长老了？我族记载中是长老教授了九黎一族如何启用画荒遗迹中的机关，帮助九黎族在这动荡不休的画荒生存了下来。但依依听说是只有九如塔武赤才能得见长老，他的命令都是从九如塔顶上传来的声音。你们记载中有长老的样子吗？没有，我族记载中九如塔已在幽都，塔顶的长老一直在寻找一块封石，我族为报答长老的恩惠，便替其寻找。就是岩画上的这个，这看起来也好像就只是一块完整的封石。只是看起来像罢了。记载中，长老是在找最初的一块，原初的封石。但是我族先祖也如你们一般猜测，以为这要找的只是一块完整的封石。他们聚合了封石，却发生了可怕的事情。先祖从这怪物口中得知了一些和幽界有关的事情，以及长老为何要找原初封石。这事被长老发现了，他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挑起了九黎内战，我一族被追杀，只能在此藏身。幽界的事吗？银马，幽都长老为什么要找封石？记载里并未提及，只说我族中出了叛徒，偷走了这些记载，并去了丧魂野。而我们则世代起誓，永远守在此处，看守这里的秘密，以及丧魂野内的地图。但如今看来，我们还是疏漏了。九如塔的人，怕是已进了丧魂野，但愿那处的迷阵能将他们困死在那儿吧。那丧魂野里头的人既然原本是九黎族，为什么变成了尸魔术士？我们遇见的那个人说封石有诅咒，难道就是指着聚合封石咒出的邪物？我不清楚，但诅咒一事，我族确有类似的传说。相传画荒中有一座巨大的废墟，会将附近的人都转变成妖魔。我曾想过，这或是我族先祖在寻找原初封石时发现的地方。那废墟或者就在丧魂野中吧，但我们需守在这里，也就无法进入丧魂野中一探究竟了。这样啊，那能不能把丧魂野的地图给我们？我们得空想去那处看看。若是你们罢了，我拓印一份给你们好了。不过幽姬，我劝你莫去那处。这些年我也听闻了些事，长老对你想必不善，如今他麾下九如塔记已动，你去了岂不是和他们撞上吗？喵，但谁知道九如塔的人在哪里呢？
哎呀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没人喜欢依依这个幽姬。罢了，此事不提，我且送你们出去吧。如今九如塔的人既是来了，也不定在何处。你们似曾说过要去鹤鸣山，我带你们从这地下暗河中过，将你们送去山路吧。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，从这里出去就是鹤鸣山了。野马，再见了。再见，幽姬，祝你们好运。走吧，玉池哥，雨姐姐。嗯，恶臭，里面有尸鬼啊。事不宜，我们从这儿出去吧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段密道了。嘘，雨姐姐，外面好像有人在说话，好像是在说山上有什么。嗯，好像是说有风石。咩啊，好奇怪，依依怎么觉得好像是三伏使的声音。哎呦，可累死我了，霍香音到底怎么想的？这山就靠着丧魂野，长老派来的九如塔的人就在那活动，听说九如塔阎君都到了。别废话了，快走。哎呦，你急什么呀？哎，等等我。九如塔阎君到散魂野的人是他，但三伏使怎么会来这儿啊？他们明明被禁止离开幽都的。三伏使听声音只有两个人，他们为什么不能离开幽都？哎，说来话长，反正就是长老不让他们离开幽都啦。他们都是幽姬的半生，阴阳怪气势不足，着急蛮荒犹不及。至于唉声叹气，霍香依就是没出现的那个。阴阳怪气势不足，唉声叹气，霍香依着急蛮荒犹不及。哼，这名字。名字怎么了？以前我们三人起个名字，你也一脸嫌弃。我们还是从这儿出去上山吧，说不定还能找到那仨。刚才他们不是说有法子弄清楚幽皇是什么？我也挺好奇那人不人鬼不鬼的玩意儿到底是什么。依依，你之前不是说这三人不能离开幽都，怎么这会出来了？还是先看看他们什么打算为妙。霍香依，你不是说能弄清楚幽皇是什么东西，好推测出齐长老和他结盟是什么打算吗？嗨，你别着急呀，我只是想着齐长老的人鬼鬼祟祟，还刻意避开我等三伏使，怕是想对小殿下不利。哎，齐长老怎么就这么讨厌小殿下呢？先是驱逐，而后又寻思找人去暗杀。要不是以前栾殿下寻了个理由支走小殿下。哎呦，那会儿长老们可说是得了神的意思，什么南宁伏天，一朝重演。长老呢，我们又见不着，这神我们也见不着，谁知道是谁的意思？哼，都是借口。不过是觉得小殿下被栾带走抚养，日后不好控制。哎，但按说上一任幽姬自刎灵雀潭，下一任幽姬出现，这才正常啊。千年前幽姬刘武那代开始，幽姬就是这样传承的呀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你难道信这等谎言？我等是小殿下半生，却终年被软禁于幽都。哎呦，我就随便说说，你们怎么还吵起来了？不是说有法子弄清楚幽皇是什么东西？哎，确实找到了法子，东西就都藏在这儿了。哎，又不紧紧急什么，跑这么快？风石，我大化荒之境靠此物定地象，这幽皇是甚东西？有何关系？哎，这东西和幽皇没关系啊。切！我说霍香义，你说话别说一半呢。你打算用这风石做什么？风石还能知道幽皇是什么了？你们两个倒是都听我说完呢。我偷偷去看了眼丧魂野，发现齐长老的人聚合风石照出一种邪异之物，问那邪物幽皇是什么。哎呦，这风石难道不是我化荒生物？哎，风石自古有之，谁知道是什么来历，说这有何用？你可还记得大半年前我们偷听到的长老手底下人说了什么吗？哦，你是说那会儿他们说什么感知到失落之顶？说起来也是打那之后才开始派人查幽皇是什么的吧？正是。什么失落之顶？定是指那失落定土的紫金王鼎，此物在传说中和环神鼎同源。你俩废话完没？不就是想叫我来做这聚合风石召唤邪物的不义之事？哎呦，居然还真的聚合成功了！快！霍香义，你快问呐！诸生魂归之所皆是愿，游走三界无所不知的愿生之物，求问与齐长老为盟的幽皇究竟是什么？善知执念成祭魂，其不欲散，遂入幽城，以愿为食。即相融，又是混沌，求长存，终不得出。待王鼎不在，方得以魂入冥界。那这人与长老结盟为了何事？挣脱束缚枷锁，按天定之命。免，他们是怎么搭上线的呀？小殿下，化荒长老一本存于幽城。什么？等等，幽皇在找什么真正的幽城入口？难道说？哎呦，大事不妙了！三个问题都回答完了，邪物要报仇了！小殿下，快跑啊！啊？什么快跑？喂，话说清楚！喂，背信弃义，我们给了你们要的，现在我们要拿走我们应得的，你们的命，三个换三个，无妨。依依，快别管他们了，你最后问了问题，这幽煞盯上你了。嗯，啊，这你无妨，我们可有爱，依依明明就是来凑数的。依依，幽煞都说了只管点个数，我们还是先把它解决了吧。我还想看看这几块风石究竟是怎么回事，竟能将幽煞召出来呢。风石，这几块风石在给他输送力量，得切断他和风石的联系，否则我们没法解决他。为何这地脉中源源不断的对世间的憎恨，为何不再传输而来？来自憎恨的保护消失了。事不宜迟，
从风石从地脉中抽取来的生力为何不再涌来？什么？来自憎恨的保护消失了？我们与风石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。我们为风石依天地之律所创之物困住，但勉强还可应召唤而俱出，侥幸躲过十轮仪轨束缚，未想今日竟终究被捕获，被融合。融合？不不不，你们滚！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你以为我们如何才有力量？怨气才是这世间最长久最稳固的力量之源，因为众生之怨从不散，善恶皆可成贪嗔痴妄，终能成执念。终成执念？那么你是我的执念，吞噬怨气而生的忌魂，但为什么我不记得？嘘，时间未至。美兰，玉池哥，怎么了？喊我干嘛？美兰，问你怎么看这事儿啊？就是地脉被截断，不是该出现乱象吗？就是和高昌那样。但是这风石抽取地脉，在我大化荒却能定地脉，和定土是反着的。哎，这个，地脉不可见，风石究竟是怎么运作，我们也说不好。要是我家里人还活着，哎，可惜当年家中也未教我如何观测地脉，不知道这秘法而今是失传了，还是落在了什么人手里。于西，哎呀，一想那前头那寨主祖上祭什么移动风石酿异变灾祸，指的是聚合风石。这定是长老为不让人知晓秘密，叫人传出去的谣言。俩，你们仨还有脸回来？看打！小殿下饶命，饶命！饶我们一命，我们才能更好的守护小殿下呀！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况且我们知道，就是我们没拽上小殿下一起跑，小殿下也肯定能溜之大恩。啊呸！是速战速决。就是，我们小殿下英明神武，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国士无双。啊，这形容，所以小不点才逮住谁都叫美人吧？哼，算了。看在你们都是老实人的份上，从来不说假话的份上，这回就算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怎么从幽都出来了？长老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不是说话的地儿。哎，小殿下，咱们先找安全的地方说。哎，你们俩出去看着点。哼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恍神没看清楚。你刚才指的谁？劳你抬手再指一次。那个谁，你们事不足，霍相依，你们去找地方躲啊！不，出去放风，看着点。那个，这位姑奶奶还有小殿下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作孽哟，真不知道那白毛小子在小殿下和这姑奶奶身边天天都过的什么日子，看看这挑着担还得当马的。如何找到原生的躯壳，就会找回所有的记忆。他会想起和女娲伏羲的约定，最后不一定会做出何种选择，很可能会封死真正幽城的通路。但唯有进入那里，我们才能彻底脱离这世界的规则。你是诞生无善的执念，执念不散为忌魂。你甚至放过了幽城内那个人，被吸引魔猴剑士的执念，但所有的忌魂，所有不散的执念，都在规则里化作了冥界的燃料。
我们也逐步被冥界的规则卷入了。他的诞生是个错，他有了自己的意志，诞生了自己的规则。虽然可笑，他的意志也被他的规则束缚，不得不求助我们的力量才能实现愿望。你知道的，你的幽城被虚化，只有在降落时才能重新凝聚。但这回你也看见了，没有，重新凝聚只在瞬间，一个幻境就被冥界流逝的时间摧毁。我们必须将这里和冥界彻底分离。我们所创的冥界非但没有成为我们落脚的地方，反而在不断反噬。我们灭化的神当年背弃了我们，将妖界当作冥界怨念归宿，这本无妨，但我们却又被灭化而出的神带领冥界，只为了承载那新世界造物诞生的愿望。新神冥界却依旧在被同化，而且他观罗侯平体后才变了样貌。罗侯怕已觉出这非自己所造的使徒，恐怕也觉察出我等不再图重返冥界，而是想脱离。我们已经没有选择，我们需要从那个幽城里重新凝聚出这世界聚合而成时所有的能量。诗人接入了这世界的规则，循环往复焦灼在这些时段，我们只能看着。心儿也在一次次旁观中摸清了不同的发展。我们必须要找到时间的脉络，只有找到原处的方式，我们才能看清这世界运转的规律。但扶桑，诞生在幽冥两界的扶桑神在时间之外，他和我们一样一次次看过。我以为他不会插手的，但这会不同，他似乎做了不一样的决定。他将会是个麻烦，他特意避开了我能看见他的地方。他不走平静之阵，也从没踏入过九如塔。原来竟是扶桑神啊，意料之外。小殿下，鹤鸣山这儿的天境之阵失落很久了，你这上头刻着的字儿就是标识的地方，这应该是丧魂野，不过年代久远，字也模糊了，说不定不是真名。
小殿下，你是打算去丧魂野还是去三荒冥原？天境之阵不是要什么石头才能开，你这有吗？啊，还要石头？要遗失的地方才要啊，别的路都是靠地脉的能量勾连的，就是每次要积攒一段时间的能量罢了，就难免有时候会被困住。完说让我们从这儿去三荒冥原的